萨祇求悉则光明照故皆得解脱诸生于一处中为作因光皆得清软清净处即可则一切饱满诸悲种种心法毕且光明照故皆离有苦诸少离福报是真在光明照故随念皆作若诸有情要与杀生乃至或有要与邪见有此光明之所造就皆悉要与远离杀生乃至要与远离邪见若诸有情为于种种求不得苦之所彼且光明照故随缘皆得有因光明见诸佛陀一切有情所受从故无不修习皆悉欢于受诸妙乐又见如是诸佛陀颂有此光明之所造诸缘离一切混云尘火烈风暴雨不善因生及诸愁为故情而为何诸恐怖缘离一切邪业邪欲邪意邪鬼不安不乐安静坦然地品如上诸妙乐具充满其中而始终为其身忽然地界真将见中转聚极度思锐显息经意何因何缘何现此相与众为众有天地是名无垢身躯薄且凡不愿何作其从作其定力世尊何长相佛以声闻也具地狱地见地三诸摩尼不为从红宣地究竟见法令诸有情内灭故其故因何缘于此中现诸云雨等定居中幻月现身尽心心皆法取大身多一生世间天人大众生地皆真见中不能自身具自相有何缘两色皆诸现于中包放光照十方处罪悉故或安乐道是符合因定居中皆见种种相满等各个自言生天人不由于波折何因缘由谁将于来现此身动力为是佛菩萨为梵摩是天为远大道是殊为众宣说而是世尊高无垢身天地是月如等当自由菩萨摩诃萨明月地藏一语无量无数大劫无作而是无佛世界身受有清净于八十百千大于多品多罗菩萨俱为于来此地尽清净供养我故观大机会深邃悉故并诸眷属作声闻想将来自此一生同力现世变化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有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之所庄严一切世间声闻度却所不能测此大菩萨是诸微妙功德福藏是诸解脱珍宝处处是诸菩萨明镜眼目是去涅槃上人道首如如意诸于众财宝虽所需求皆令满足彼诸上人所财宝诸是人生长三根两点是人生诸解脱乐其实诸妙宝功德显明照心三者犹如朗日照四道者犹如明居所烦恼热如月清凉如无助者所得者生如愿舍者所被资料如迷方者所逢四道如狂乱者所覆妙药如疾病者所遇良医如累老者所贫其障如疲倦者所知双作都是六者为作桥梁取彼岸者为作船法十三三根殊胜果报十三三本所因能流畅行为是如轮恒转持皆坚固如妙高山精进难怀如金刚宝安忍
身不动，犹如大地青绿，神秘犹如密藏等次眼，你如妙化万事为神光，犹如大海无所然，作毕太虚空，妙过金银，如中华也付诸外道，如狮子王相诸天魔，如大龙相战烦恼罪，犹如神剑眼诸玄刹，如毒绝神息烦恼歌，如心经水轮诸咒会，如其表风断中皆佛，如离道前无诸不畏，如今如有方诸愿地，如前如成就诸未来，犹如父母上诸序列，犹如松林如下愿心所托大所欲乐，可则作清冷水，其法则作诸干果，为如心则作诸衣服，为乐法则作大密云，为贫愧则作如意宝，为恐惧则作所归依，为诸迦摄作甘蔗雨，为诸作水作月爱作灵作有心，三根不坏显妙境界，定中心月全法有心，正上三跪求福慧，则令具庄严，能除烦恼，如度下药，能舍乱心，如等持金辩财物，是如水即轮摄食其心，如观妙色安忍见诸如妙高山，众持圣光，犹如大海深处无碍，毗罗虚空灭除一切无障，悉悉犹如烈日消失，心平常有尽力无色正道，一切智智妙宝咒诸能无功用，转大法轮善男子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如是等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于诸前所欲来自是显现，如是神通是相世尊说是地藏菩萨诸功德，一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八十百千那于多宾巴罗菩萨，以神通力现身闻香，从南方来自佛前诸于诸眷所恭敬顶礼，世尊双足有老三匝在如来前合掌而立，一诵赞月亮诸尊道士，慈心常破佛爱人若大地遍诸尘闻心具足身相好庄严，诸佛国人以地慈悲充满一切度，永绝诸爱王如是善安诸舍诸清净国土，然作众生本愿社会度，生说而众生其见故，真情就修诸故心，就修诸故心闻声诵取心，修诸世界人即精进定位成功，是无量佛菩萨声闻其记住有情，即可禀逝者本为大有情之舍多生命，本为正法国舍多故，邪彼其舍自安乐悲悯，诸有情转为诸有情，勤修断惑往生无余六根恩怨，离诸欲观有为无常苦空无我心，诸苦业增长皆贪爱为因故，先于六根永断诸贪欲，不欲有情皆常安住大悲，虽得生菩提而不舍本愿，虽见诸有情彼切在中故，虽其清净尽有梦而起八灵起修世界人尽定般若如摩于以自此心而养于本于有心类上诸佛此心不舍生菩提度脱无量种本修菩提心无不为众生故尽于有情不舍于六度西藏于末世求无上菩提尽幻末世中殊胜无上绝调伏诸恶见天龙人妖刹安住人断我如金刚神道说无量有情得生菩提即真因功道所最上两佛天世尊无等力不
佛祖群生无量大明文充满十方皆是故诸菩萨为成就即是显功来皈依大摩尼主下文所说妙法皆生欢喜心其真上真心修习菩提心有道是法理皆说真菩提故今则道是大器为成有十三照有杂恨但诸邪罗皆舍诸恶业速去大菩提有得身中自安忍寂静力有用尽诸罗因公世间尊有修是无量有诸是舍法有得是辩才有安住顺忍有得见心定有得妙慧眼有诸无生忍皆有道是理是尊大威德摧灭众魔缘相无诸外道就是无一对金地狱傍身而归非君其故真是有亲贤贵尊坐下行者悉大病其尽其心皆多迷失神道盲明诸有情诸烦恼狂乱皆安其灭道故我舍诸缘来历尽尊诸无边诸佛多现在诸道是玄光暂时尊闻者皆来自我闻片自来真实得无边度脱诸有情心欢喜尽力真修无量佛心得力尊诸愿无量劫中常修多供养我今学世尊法如是誓愿当于智慧度得无上菩提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一妙切他地藏佛以于诸眷属扶持无量天妙相化种种宝石而三佛上变成宝盖诸虚空中为地法故起于佛前俨然而坐而是一切诸来大众即见地藏菩萨摩诃萨一切火悉其德为真有各持种种上妙相化宝石以故装梵盖等风山地藏菩萨摩诃萨而为供养皆作誓愿我等今则快得三地因佛身地今得瞻仰礼敬供养如是大士二十种种有菩萨摩诃萨名号以文从作而起真理佛天坛一见离佛双座有悉座地合掌向佛而拜佛言世尊是善男子从何而来说句佛过去是缘今生就何等功德善根而蒙世尊种种善叹无能赞佛不可思议功德法海我等悉来未曾闻见未愿未说世尊告曰至善男子如是大士功德善根一切世间天人大众皆不能测其量今生如闻如来为如光说如是大士功德善根一切世间天人大众皆神迷门或不信说是好疑问服从心愿为愿如来爱名为说佛言谛听三十年之无当为如略说少分如是大士成就无量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以能安住受忍切莫生三摩地三忍无碌如来尽皆已得最深无生法忍与诸佛法已得自在已忍感忍一切智慧已忍超度一切智海已忍安住十字分寻创三摩地三忍忍上一切智善已忍罪福外道邪轮回与承受一切有情所在佛国悉皆知诸如是大士虽说知诸诸佛国土虽说安住诸三摩地法起无量殊胜功德成就无量说法有情如是大士虽住如是诸佛国土若以忍法是定有是定力定
毗佛陀一切有境界悉通见诸三摩地所行境界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具足无边智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一切有心随其所以能以无量三藐恭惧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具足清净智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一切有心皆悉通见处于境界无量过万心的心境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具足三昧智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一切有境界的具足增上三昧力诸恶法心无妄事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具足足生命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一切有境界的三教天眼智通数智智通十身智通六大智是他是因果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无有神通明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一切有境界离一切受有昏昧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具足神通明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一切有境界的具足神通三教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普照诸世坚定有此定力令十方界离诸昏暗令毗佛陀一切有心普见十方诸佛国土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诸佛等取名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一切有心色邪鬼离鬼真三宝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金刚光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所有一切小轮为善大轮为善所弥如善其诸于善其皆垢火瓦砾土此诸为草木皆悉不邪令毗佛陀所有一切众邪故堕诸恶从所在恨以离昏暗尘垢不净臭秽悉皆消灭令毗佛陀离贫如障种种假象自然涌现清净殊胜众相庄严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自力难摧不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一切莫忘记诸眷属皆悉尽不归依三宝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电光明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一切有心皆悉愿力后是恐怖的法安慰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具足三藐为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一切有尽随念界的因是从诸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具足身尽其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一切有心无不解的真上帝是立足宾果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三藐诸智具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一切有心随要解得常作佛具以佛宝是诸智身具无所法少数妙端严深可爱有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无真智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一切有心身心用见愿力一切愿真惜福和顺欢与爱要去诸世界安忍勇猛清净心无散乱成就智慧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能因身用约定有此定力令毗佛陀一切有心接受无量神妙欢喜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
居住是如光定有四定力定彼佛陀一切有心得无碍智能修种种清净事业随诸如是诸佛国土罗罗三诸圣金刚定有四定力定彼佛陀一切有境界得住根居住无缺常要远离其心清净随诸如是诸佛国土罗罗真上观身创定有四定力定彼佛陀一切有境界生何言智何业过现三无四十三业道生天要如水诸如是诸佛国土罗罗居住慈悲身定有此定力定彼佛陀一切有心皆悉发起此心悲心无缘爱心不平等心更相利益安乐之心随诸如是诸佛国土罗罗经济诸佛得定有此定力定彼佛陀一切有心力诸多尊其意其尽非是风雨苦涩心酸诸二色出其皆消灭如是大师随诸如是诸佛国土若如海殿光定有此定力定彼佛陀一切大地中宝和正一切国恩且悉愿力种种宝树一树七树竹阴罗树花树果树竹阴月树无量月居周遍庄严以耀眼至此善能自于一一日每晨早时会于晨所作有心故如心切杀生等注定从定起一变于十方诸佛国土成受一切说话有心随其所应利益安乐此善能自于于无量无数大劫无处二十五佛世界成受有心佛于当来过于世说佛有世界道并且其爱诸有情是善男子见世时一律生造是一诸天地诸道并且令诸有情互相持名我有世界一并且其爱诸有情是善男子见世时一律生造是一诸天地诸一并且令诸有情皆得安乐我有世界其境界其爱诸有情是善男子见世时一律成造是一诸定力诸其境界令诸有境界得饱满是善男子一诸定力作如是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利益安乐诸有情是此善男子具足成就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殊胜功德常清净尽利益安乐一切有情生于过去无量无数清洁沙等佛世尊所为于身所利益安乐诸有心故法喜大悲见故南怀有梦境尽无尽誓愿有此大悲见故南怀有梦境尽无尽誓愿真上是利益一日夜或一世心能度无量百千俱至那一多数诸有情得皆令解脱种种有苦集令一切如法所求一愿满足虽说在诸如诸有情种种悉就有苦彼且有能自心成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这一切皆得如法所求离诸有苦随其所因安置升天涅槃之道虽说在诸如诸有情即可所比又能自心成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这一切皆得如法所求应是从诸随其所因安置升天涅槃之道虽说在诸如诸有情法少种种依佛宝是以药双佛及诸子具有能
本自心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舍一切皆得如法所求以佛报是以药床佛起诸自具无不被诸随其所应本自生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爱要别离缘则何为有能自心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舍一切皆得爱要何为缘则别离随其所应安自生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身心有故众病所恼有能自心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舍一切皆得身心安乐众病处于随其所应安自生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无相归为心诸众生有能自心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舍一切皆得色度海心光相恶魔欢喜人所辗转回馈自心想象随其所因安自生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必在牢狱所卸枷锁见习其身具所从故有人自心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舍一切皆得解脱牢狱所卸枷锁自在欢喜随其所应安自生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因被囚禁便得高处灵当被害有人自心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舍一切皆得免离囚禁便得加害随其所应安自生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身心疲倦其力累所有能自心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舍一切皆得身心常思其力将身随其所应安自生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诸根不具虽有损坏有能自心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舍一切皆得诸根具足无有损坏随其所应安自生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天光心乱鬼魅所作有人自心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舍一切皆得心无光乱离诸恼恼随其所应安自生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贪欲嗔恚愚痴分割前计较慢恶见睡眠放逸一等邪习四身恼乱身心常不安乐有人自心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舍一切皆得离贪欲等身心安乐随其所应安自生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为我所分为水所逆为风所飘我一三言言暗所设点缀堕落其心张望有人自心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舍一切皆得离诸为难安因无损随其所应安自生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为诸多色度众所折磨被种种毒药所中有人自心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舍一切皆得离诸恼害随其所应安自生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恶鬼所持真主涅槃或日日法或隔日法或三十日而已法则或临狂乱身心长刁迷尘思念无所了之有能自心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舍
一切皆得解脱，无为身心安是随其所因，安自身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为诸有刹罗刹而归，毗舍者归不但那归，鸠盘都归其刹不但那归，悉尽其归及诸无量世之而受苦，度引导诸恶作所缘，随心真机于种种诸不为世之所缠绕，身心障妄俱是生命恶事，贪生厌故，求乐有人之心成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这一切皆得离诸不为保全生命，随其所依安自身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我为多闻，我为清心，我为境界，我为净律，我为神通，我为般若，我为解脱，我为妙色，我为妙声，我为妙相，我为妙味，我为妙数，我为利养，我为名闻，我为功德，我为功巧，我为化果，我为树林，我为创作，我为福趣，我为道路，我为财库，我为医药，我为色财，我为布施，我为财色，我为甘雨，我为秋水，我为迦奢，我为三福，我为两风，我为求我，我为车身，我为男女，我为方便，我为修复，我为温暖，我为清凉，我为意念，我为种种事诸世间诸利乐事欲追求，是为诸有故之所必切有人之心成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这至善男子功德妙定为身离果临毕，一切皆离有果因缘满足，随其所因安自身天涅槃之道，随所在处若诸有情依诸种子至于黄殿，我数殿中若情因无我不因，无有人自心成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这至善男子功德妙定为身离果临毕，一切果是逢人所以，这何至善男子成果无量无数大千余果数量，佛世尊说法大清净见故，是缘由是缘你为欲成所诸有情果，常不能吃一切大地，常不能吃一切种子，常不临毕一切有情，随意受用至善男子为身离果能令大地一切草木根须芽尽枝叶花果皆悉生长，有故妙家花果貌似成熟，论者相皆软昧，虽所在处若诸有情贪嗔痴等皆梦离果造作杀生，我不欲取或欲邪心，我虚狂欲或出恶欲，我离间欲，我杂秽欲，我贪我嗔我佛邪见是恶业道，有人自心成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这一切烦恼悉皆消灭，愿力十恶成就是善欲，诸众生起慈悲心，即离一心是善男子成就如是功德妙定为身之力，勇猛精进于一时心，能于无量无数佛度一一度众，于一时清洁能度多无量无数清洁沙等说话，有情令你从不解得安乐，随其所因安自身天涅槃之道，是善男子成就如是如我所说，不可思议诸功德法见过是缘，勇猛精进为欲生所诸有情故，于十方界或是现作大梵王身，为诸有情度因说法，或复现作大自在天身，
生活作一切他化自在天生活作乐变化天生活作多士多天生活作夜魔天生活作地士天生活作四大王天生活作佛生活作菩萨生活作度界生活作声闻生活作转轮王生活作刹帝利生活作婆罗门生活作法舍生活作苏达罗生活作丈夫生活作妇女生活作童男生活作童女生活作坚达夫生活作阿苏罗生活作金那罗生活作摩诃罗伽生活作龙生活作妖叉生活作罗刹生活作九班毒生活作毗舍遮生活作二鬼生活作波达那生活作揭扎波达那生活作耶舍婆罗鬼生活作狮子生活作象象生活作马生活作牛生活作种种禽兽之生活作阎魔王生活作地狱诸生活作地狱诸有情生前作如是等无量无数以类之生为诸有情如因说法随其所以然之三生不退转为善男子如是大师成就如是不可思议诸功德法师诸诸生功德福藏师诸解脱真告诸诸师诸菩萨明清言末世去涅槃上人道说如是乃至人无功用转大法轮如见光说善男子假使有人于其弥勒奇妙吉祥宾馆自在不现之内而为上所请戒杀等诸大菩萨摩诃萨所以百劫种子亲归于生命念所礼拜供养求诸所愿故若有人于一世亲自亲归于生命念所礼拜供养地藏菩萨求诸所愿所得满足所以这和地藏菩萨第一安乐一切有情令诸有情所愿满足如若一宝一如佛藏如是大师为于成所诸有情故就修千古大愿大悲勇猛清净过诸菩萨是故如等应当供养而是十方诸来大众一切菩萨摩诃萨及诸声闻辩论牙沙犍那佛等皆从作其随力所作各持种种金银等修种宝华香风三地藏菩萨摩诃萨佛持种种上妙以佛摩尼宝出珍珠花满珍珠璎珞金银宝履床幡盖等奉上地藏菩萨摩诃萨佛以无量上妙音乐种种赞颂恭敬供养地藏菩萨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持持种种上妙供具回奉世尊而所颂曰天人龙神所供养十方菩萨皆来奉闻就是有大功德为愿说我最深功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所持颂于顶礼佛足于是世尊佛所颂曰其坚固为清净心灭诸有情无量故事中妙乐如宝所能断我妄如今看其大悲会去清净三次妙供奉世尊以海持救苦众生等诸具有无为安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及众诸其二百佛言大德世尊我当嫉妒此世咒诸世尊弟子一切彼处及彼处你无婆娑迦无婆斯迦临其界得增长一念增长守护一念增长寿命增长身体增长无病增长舍利增长名闻增长志趣增长亲友增长弟子增长境界增长多闻增长慧舍增长妙定增长安乐增长方便增长觉分身体光明增长虚如大神正道增长法明增长成所有情增长大慈大悲增长一切百法增长妙成面满三界增长法语不论三界增长一切大地精气智慧增长一切众生精气
善作事业增长正法精气善行增长智慧光明增长六道彼岸妙心增长无缘增长观定增长升天涅槃所谓有命居住水火吉祥光明大吉明咒总是证据我与过去行切沙根佛世尊所请承受是指陀罗尼能定增长一切白马增长一切种子根须亚金枝叶花果药果清净智慧增长一者增长有一滴水火风增长喜乐增长财宝增长神力增长一切所用之具是陀罗尼能令一切智慧梦里破烦恼罪即所咒曰成佛成佛成正果阿迦舍僧钵佛揭罗僧钵安巴罗僧钵伐罗僧钵伐遮罗僧钵阿卢迦僧钵昙摩僧钵萨帝摩僧钵萨帝尼诃罗僧钵毗罗卢迦萨婆僧钵波波僧钵僧钵那耶那僧钵波那惹萨摩帝那哆僧钵萨埵僧钵毗湿婆利耶僧钵舍萨埵那婆僧钵毗阿哆娑扎摩悉地耽弥僧弥遮揭罗悉遮揭罗摩悉地舍利毗利揭萨婆那罗伐遮帝悉地婆那毗婆那遮那梵那尼诃那达尼婆那遮遮遮遮悉地弥利一切达婆悉陀须卢达尼他利弥利摩僧那僧俱利弥利利阳俱支多利诃利悉利波那悉利俱扎三摩利顿伽顿伽顿俱利呼噜呼噜呼噜俱噜苏多弥利弥利帝弥利三曼陀多诃那悉利呼噜呼噜噜三所能尽诸有生三所能尽多生劫三所能尽作恶业三所能尽作大众三所能尽作恶为三所能尽作恶趣三所能满足希望三所能成就假设三所能令一切佛如来世尊所加护三所有能令一切菩萨加护而随其世尊如是具足水火吉祥光明大吉明咒总是掌具我与过去行劫沙等佛世尊所请承受是智陀罗尼能令增长一切白发光所乃至增长一切所用之具大德世尊智陀罗尼不能嫉妒此事咒诸世尊弟子一切彼诸及彼诸离无婆娑迦无婆斯迦令其劫得增长一念光所乃至增长一切所用之具智陀罗尼能令世尊甘露身教自然救助利益恩德三界众生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言说如是大吉明咒总是藏居士揭罗帝耶三波揭震动居之天也不过之名与果两种天妙相化及珍宝等一切众为信息经也皆我悉其德为成有是众为众有大吉祥天女具大吉祥天女大慈妙音天女大坚固天女具大水天女方大光天女二为上首中有一万八千天女于是大众皆得自在从左而起其手佛左而掌恭敬而拜佛言希有大德生起世尊我等随于诸师大众得自
在庄而不能知识自大中处中何相生灭为顺如此大事以德为牺牲生般若波罗蜜多生善了知识自大中处中何相生灭为顺佛言如是如是天女之善男子以德为牺牲生般若波罗蜜多生善了知识自大中处中何相生灭为顺天女当知如如一诸具诸中的能与种种上妙真宝是诸众生之善男子以佛罗舍论与种种觉知真宝是诸众生如宝所诸种种真宝充满其中之善男子以佛罗舍成就种种觉知真宝如天波离之多所诸众妙相化之所言是是善男子以佛罗舍种种微妙佛法真宝而自庄严如是之王一切出所无能尽佛之善男子以佛如是一切众生无能尽佛毗卢让日能灭世间一切昏暗之善男子以佛如是能灭一切众生而见无明昏暗毗卢明月与夜分众能使一切世道众生平等正如是其欲望皆令得知是善男子以佛如是与无明也等是一切迷三生道是生生是旷野众生生生正如随其所因方便安逆令得出离毗卢大地一切众生所生假设地生众生之所依止是善男子以佛如是一切所妙菩提分法之所依止毗卢大宝妙照三王三诸见过无缺无起是善男子以佛如是三诸一切不空佛法又不起色诸众生故名为无缺一切善根皆善事与诸众生故名为无起毗卢虚空一切众生皆所受用是善男子以佛如是一切众生皆所受用是善男子成如是等无量无边诸功德方是作大众闻所提藏菩萨摩诃萨成就无量深赞功德皆我悉其德为甚有尊重恭敬皆大欢喜之心地观地藏菩萨摩诃萨三十二世世尊众先持以二所诵曰地藏真大智具多多功德先生闻色相来其所大事是诸众生乐救脱身有故于无量众欲为供养大士天地无垢身观察四方一合成恭敬诸身请于大士我见世尊众摩尼佛光明遍照诸佛国无不邪明了流通照世间尽当来至此有莫名地藏现出家为以牺牲财富藏无为佛应身诸菩萨身庄众生之道所解脱宝所以佛海取经经备以用聪明救苦助有经以不则为真如明月是道生善根如地破火如金刚能是解脱宝如水表中我烦恼的为干预其如量以一日成地藏功德大明文成居世界众生与智者的能解诸众生一切烦恼佛之见心定等诸定之彼岸十二愿清净诸智如虚空摩无边佛陀所有心安居随诸陀罗帝是金彼等了不令诸有金如定诸我的众生数二业道并地其其虽说在脑海皆能令解脱众生无虚生诸故所彼皆归清地藏者有故悉皆诸众生成故论辗转向未来归尽地藏者皆诸人此心十二愿所不追求故所以归尽地藏者皆安住无为若要修土或成念皆闻会归尽地藏
向着所求皆满足，要一切功德功巧要种子归尽地，向着所求皆满足，求足够要点燃利益破事归尽地，向着所求皆满足，种的具象因能人持大地，因此足够要论者而喜乱，诸烦恼所缚要行事而业归尽地，向着烦恼而解除，现作种种生为众生说法具足，是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转说其功德有上不能尽故，皆当供养大圣大吉地藏十轮经卷第一离婆离婆地修二修二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地地摩诃揭谛真林揭谛萨婆诃离婆离婆地修二修二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地地摩诃揭谛真林揭谛萨婆诃离婆离婆地修二修二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地地摩诃揭谛真林揭谛萨婆Yeah.